小云和咱来去做这品，最近是要甲解救，结果煞跋落水。好佳哉，底下讲解救，这条命则无休去。不过进行了后，伊煞变怣人。原来这是后官梁家地理开始影响王家。一口云各位讲文才是有情人，也对三成好感。文才啊！安尼了，你即马就是王家唯一的希望了。要哪会使娶迄个郑少的走音啊？阿爸，啊提亲的代志，文仔，我跟你讲哦，除非讲是爹阿公伊提亲，故你想要来证明讲迄个查某囡仔未来破坏咱的家运，要若无，我绝对袂答应这段亲事啦。阿爸，你根本就是讲了我惨，爹阿公就要出事啦。我即马在无闲要找戏班来写戏，你嘛等我无闲煞再来讲嘛。好啦，唉。哎、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我还没考过。哦，接不过，接不过啊。好。公妹，我唔敢管啦，我秋季。我给他一锤啊。鬼刚把爹接醒过来的各位都没当起。阿哥应付王家这三个查甫人，一个小弟哥，一个小妹，搁一个公公公公，我是真痛死啊啦！是，真好，我多好才报信嘛。下。这天气给不回感觉，明明就是有歹命啊！看，我的快乐还没恢复。什么拢看无？今麦来是我知影，什么人来创治我？我一定让伊好看。奇怪，伊做明珠啊，啊，谁人伊身无顶这么强妖气？竟然连我都无能记伊心。我还是先来去找，捡着我扳指迄个人，叫伊替我把骨头挖出来再讲。阿爸不是讲看册变巧，我哪会愈看愈爱困？哎，那个是，我是叫驾驶不赢，快，往这边，起来！你对我就好，我就介意。医生，我就是大脚，我走了。再走了。我是金龙，我唔对，我就是大脚，我走了。我就知影，伫这世间上，无查某仔人会堪是我大杰那头青春的肉底啦。唔知文仔回去，佮出底是大，想到安怎？你甲我动诶！你是谁？你是来创啥？你竟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我今日有大话资格跟你讲啦，我是风都母林惊到眼叫，母林不听，母林不晓的大劫我到了。好，我来一起干。我看你哦，是绿豆啊，是红豆啊？你一定是最近才出现的弟哥对无？哈、啊，你竟然敢再来找欺负查某囡仔？不要紧，我即马带你去官府，然后你等着你到家里。来、啊！我中水了！哎呦！
你们不能叫杂木啊！快来接查甫人，啊 A 哥、B 哥在，啊神父哥恰那倒两字。哎，歹势，我无看咧，我要那无用啊嘿。哦，多谢。那有可能，这 B 哥走啊真紧。哎，队长啊，你是不是地带啊？你这个不输鬼，你老尊管增加呢，我就认不出来心。你。你高兴了没啊？啊，你看到我，那么给我跪拜一下哈？你，哼，给跪给跪，大家啊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你们过来，你们过来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查某人叫做纳豆啊，伊就是最近在欺负查某囡仔的小弟哥。那个台湾什么人我不熟悉，我是个神呢。哦，看来哦，这么林世间小查某伤多啊，我再去天庭啊。大姐，你们都去斗。这小杂毛，你敢看你看，这是我的事情，你敢欺负我呢？啊，这样做，你替我镇住啊！臭鸟啊，嘛想要死我，在我面前计划什么？这样你敢镇住啊？那就这这哪来的呢？嗯，我将我你做我的机器，你这是八个。哎，兄弟，那上来下。对啊，那呢？哦，你那是猪八戒哦，我就是孙悟空啊啦。你阿公哦，叫我来给你架势，给你拍下精神。我是猪，我看哦，我用我的音浆来把你的声音绕掉。我是猪。大家啊，你唔免惊啦，我只要用这个音浆哦，对个天灵狗，哎，马上清醒。哇，我哩，俗语讲酒后安金嘛是红，底下讲现在就最正个手来驾驶这只小猪哥呢。我是猪。大家啊，你唔免惊，我只要用这个音浆哦，对个天灵狗，哎，马上清醒。狂我哩，鸟喂，你将我那插落，我感觉有命在嘞啦！我是人，啊，对啊，哥你威灵啦，歹势，我唔对啦。啊，是对阿公较厉害。以后哦，你若是搁敢对查某囡仔骗，我就让你做一只真正的猪，叫人饲你食粪。我知啊，你救我，对阿公救我啦。哎呦！哎，你干嘛呢？我操！
看你腰是干的。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哥，大哥，是的呀，我慢慢的休息过呀。大哥，我了啊。拜拜。哎，追得了，卖我别走，是吧？那个追得够好，原来这人在追，今朝我爸母叫我看小鬼了，哦。我就是想要王家给人看笑话，才会带他来呀。老爷，你不是在说底下讲很灵性，还可以治疗猪哥病，所以我是为了水疗的健康，不然他就是拜拜了后，那头壳就好起来了。哎，柯文哪里？柯文，陈大志，谁的呀？不准去，明白？陈大志。对阿公刚会看出我的身份，我进去庙内底应该没有问题啦。唉，放卡住在洗稿洗担灯。柯文，你别烦恼了，我相信对阿公哦，一定能斗相共的。文才，这几人啊，行李。柯文，啊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若是对你入去跋杯，外人会认为讲我是想差想胖，想要叫我好养老，所以我知影你的心意就好啊。啊，不过我无想安尼做。你收起来啦。啊，你这查某囡仔吼，自细汉就个性有够硬，安怎讲拢讲袂听。啊，文才为着要让因老爸老母同意，有嘴讲甲无烂。啊，你讲安尼个破冷水，敢着？啊，不过我，哎呦，我啥啦？那文才这个囝婿吼，我有介意。啊，你若要受气吼，我嘛等跋杯跋了看怎再搁讲。对啦，柯文，我是真足介意你。啊，行啦行啦行啦。要跋就紧跋，看爹阿公是不是会答应你。真是命运巧安排啊！林可云团长是新家王家地区上好人选，这两人的缘分是切也切不离。今嘛也只有林可云能对付大家，做王家度过这届难关。这做每人的代志，就由我来做你吧。大兄是创啥啦？有帮啊！瑞弟啊，瑞弟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哎呦，阿爸，阿爸，你看，那帮阿伯顶底阿公，我要拍帮啊！哎呦，有意啦啦，有意啦啦！阿伯，恁家看。你家爸那多好听，那底下讲的没人记呀，那就是底下讲哦，要来给你撞话的人啦。哎呦，底下讲有灵有小宝贝哦。你嘛较拜托嘞，干那一只爸啊，你还得讲干呢？还袂挂杯嘞，无准算。文仔，你挂杯啊？夫人，恁到连咪都要办喜事啊？哎，你想啊？阮老爷都无咧讲话啊，你先出水啥？小汤是软的，你贪到几片山林的地契，子孙煞无名成就。你敢是顶回讲王家会落这迄个算命先？先的啊，你讲了足准的呢。昏水着，自从因阿公落葬了，伊就发生意外，规个人都变作空空空空嘞。先生啊，你去看卖，还够救无？阿爸，
啊，即摆是你讲我较扣分的分数呢？迄无准算啦，顶波。啊，王老爷，既然是神杯，就照底阿公的指示较好。而且依我看来，领导连面都要上喜临门咯。啊，足好诶！我一定听你的。啊，另外一个意思是。我把妹看，把妹看。这位少爷啊，额头发红光，眼中泛桃花，表示喜事临门。依我看来，伊念咪特别坐贵车，开始转运。恁王家以后就要靠这帮庇荫了。好诶，崔弟啊，安尼你都有救啊！阿爸随转来，甲你办清楚，吼。啊哈、啊！我要怎讲啊？我要怎讲啊？你看啦，那崔弟啊，佮讲笑话啊，伊安尼空空笑笑，有甚物人会查某囝会想要嫁伊啦？点点啦，先来讲有，就一定有。是啊，干么了？干么了？给给给，来来来，啊！喂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给给给。论因果是王家欠债者，我也不能出手相助，就看王家承受这个福分。得到人可分这名贵者，来多风水，也搁全家带来灾厄。有影是一步克一步都对，可分是贵者，也不过文才根本都不是王家的子孙，敢讲王家注定爱败呢？是外省的人啦，因拢唔知影做着空啊，但伊来报销这个秘密，卡面跟驾照哦。这些。系啊啦，拄只头只鸡，煞袂伊咧切嘴。啊，真好笑啦！啊，一斤毛尔对无？哎，还是讲是倒月查囡仔，刚好做得到。嗯，我做动诶，是蛋啦，啊，你甲看，甲咱水电费，我下诶，叫陈秀芬，因陈家就是伊做把大咧，这一定是哦，咧算他先咧讲，鬼车，鬼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那水电坐了这个鬼车，伊的头壳都会恢复正常吗？哎呦，我这心肝头这粒大石头，总算是放下了。哼，我要哪会让恁王家喊你好食困，还佫有鬼车来冲去，哼，食卡歹嘞。老爷。我跟你讲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呢，咱不如吼，把这个水滴啦，啊个文仔，因讲一讲来成亲，那呢哦，老爷，你不是啊相依临门啊？哎呦！阿母啊！是啥物代志重要？啊，所以你才偷偷讲。你拢唔知哦，恁阿爸已经替恁阿兄找到鬼车啊呢。啊！到时阵恁阿兄若是找到鬼车，伊会偷偷回到正常，你的地位就保袂掉啊。你想看卖，是地位较重要，还是人脉较重要？阿母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迄、那个鬼车哦，都要互你娶，那安尼发达的人，唔再是你。听讲草人满脏水是假鬼假怪，
抓车不要往家拖了贵车，说不要水电跟文才刚一刚抓亲，又叫文才偷换某，到底他是存什么心？爹阿公预言的贵车，敢无法度救王家呢？明天台港这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爹阿公点贵车。先天上帝又叫做爹阿公，传说因为不救过朱元璋，被封作国神。爹阿公的信仰其实是来自对神像的崇拜。爹阿公代表北斗之星，又叫做北极大帝。因为北平属乌，所以大部分爹阿公的形象是乌面的。也土爱人除了拜妈祖以外，听讲也将先天上帝当作海上的守护神。阮先天上帝是叫做因为讲海神属水嘛。啊，属水的时阵，也海属水，所以一挂海洋外一挂意外的代志发生，啊，海边的人哦，真侪人拜伊，所以也去。北斗七星是先天上帝化身，土耳人需要看气象的吹风位。那民间也相信，地下宫会当保护土耳人的安全。早期地心宫洞海内底，就是为先天上帝庇佑，才会当渡过雨水沟。心的海岸，问你敢知影，人家想你人感情线用